这个，难哈，标准答案吗？对，然后没有标准答案，这属于情商题。OK， 请说出三个在微信里想删掉的艺人好友名。开始吧，我们太多了。我先，王、贺、弟，毫不犹豫。韩、剑、刺，谁不在谁说谁呗，反正就是。吴德绿，我在，为什么说我呢？你情商高。行行行，来，莲花楼，请听题。你们的第三题同样也是这道题，请说出三个微信里想删掉的艺人好友名。来吧，我先来。成你有你自己的微信好友吗？我把自己删了也行。行。哎，请问一个人可以删自己吗？他只能这么删，他不能那么删。好，就往下混吧。好，增吧。顺。西。杨。杨。迪，答错了，都没加。啊，对，没有微信啊。我加了。曾帅是加了，肖顺阳没加。答错了，都没加。就是想加，然后再删嘛。